各位杰斯的家人们，大家好。那么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这场中文的杰斯课程。那么在开始这场课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聊一下，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几乎都是在家里面办公，而且我相信很多伙伴其实都过一些相关的新闻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家网络社交媒体公司叫推特。那么推特呢，它已经宣布，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可以永久的在家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个银行叫，那它也归，它也放，它也宣布了，就是说部分的员工可以在家里面永久的性的工作。那么这其实就牵涉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家里在。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这个时代？我们要哪些诀窍、哪些技巧以及哪些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很荣幸，我们由我请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讲师团从我们北美市场出来的。那么他们呢会给我们介绍，不管是从浅入深，以及从小到大怎么去掌握我们这些在线的工作方式，然后能够让我们迎合现在的这个趋势、这个时代，并且呢能够达到以往可以达到的效果。那么在今天我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讲师，也就是我们的 Tracy 侯。好，那么 Tracy 您好。OK，好的，Tracy 您好啊。那么，在 Tracy 给我们演讲他的主题如何去举办一场高品质的 Zoom 的会议之前呢，先允许我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那么 Tracy 呢，他来美国20多年，他大学毕业后呢，其实就是一位一直是做一位全职太太。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认识了我们的平台。一开始呢，是从产品的认可到对平台的认识，短短的一年时间，他就达到了我们的杰斯的钻石总裁级别。那么他在之后的短短的五，他仅在短短的5年当中，他协助团队有7位伙伴成为我们的钻石总裁，还包括自己，一共有3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双钻石总裁。那么 Tracy 呢，凭借着这个平台，帮助了许许多多平凡的人翻转人生。但在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非常荣幸，今天我们请到 Tracy 来为我们做我们这个会议的第一场培训。谢谢 Tracy。嗨，一如，谢谢啊。OK，全球的杰斯家人，大家好。非常感谢啊，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在团队在开办 Zoom 的时候一点小小的经验。那么今天公司给我的主题呢，就是说如何创办一个高品质的这个 Zoom 会议。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已经进入隔离经济了。然后呢，这个 Zoom 会议呢，就是在全球兴起。那我们杰斯呢，当然也不例外，所有的团队现在开始都在做这个 Zoom 会议。但是 Zoom 会议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创办一个高品质的这个 Zoom 会议呢，有2大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领导层的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义工层的方面。那么我会从这2方面呢，跟大家伸展一下。首先是领导层的方面，我觉得，领导层的决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创办一个高品质的这个 Zoom 会议，首先是要先定位。那定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课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从讲师的这个专业技能，从这2方面开始伸展。那么课程的安排的话呢，我们团队呢主导的是多元化安排。什么叫多元化安排？因为很多小伙伴来自这个五湖四海，来自四面八方，那他们呢都是想通过这个 Zoom，通过讲师的这个分享，然后呢对杰斯平台呢有更深刻的了解，对杰斯的价值呢也有更深刻的认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创办一场，有的时候呢一星期创办2场这样的 Zoom 会议。那对于小伙伴来讲，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来看这个 Zoom 会议呢，一方面呢是来学习，那另一方面呢，其实
也是来看一下，就是说哦，这些讲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一个不同层面的一个认知和看见，让他们对杰思平台有更深刻的这个了解。所以呢，就是我跟我的领导层就是去沟通去互动，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每一场的 Zoom 都办成一场秀，因为我们会把小伙伴想象成是观众。那么对于观众的心理角度来讲呢，就是大家希望看到不同的元素啊，然后呢不同的角色呀，还有这个不同的形式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小伙伴学起来才会比较更有这种感觉。因为杰思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最好的呢就是特别的自由，但是呢最不好的呢也是特别的自由。那在这样一个特别自由的一个状态下，怎么样能调动起小伙伴这种想要每星期看一次或者两次的团队的 Zoom？ 那么就在于说我们是怎么样去安排这样的主题。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杰思呢就是从价值啊、定位啊、心态啊、包括模式啊、奖金制度、趋势、优势啊，还有这个多元化的这些课件其实蛮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式、团队不同的发展，以及这个整个团队的一个前进的一个速度，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去安排这场 Zoom。 所以呢我们就是以多元化来安排这个 Zoom 的主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定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定位很高的话呢，就是说从很小的地方我们就要开始着手。什么叫很小的地方？比方说文宣的这个发布，文宣的发布，因为我们每一场的会议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文宣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们在文宣这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各位领导人也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文宣就像一个广告牌嘛。那么就今天让伙伴来看什么，其实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吸引到伙伴的这种感觉来观看这个 Zoom 的欲望。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当然了文宣还有排版，排版的话就会让大家看起来哦是一目了然，看起来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爽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对大家这种就是眼睛的世界呢也非常的这个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就是说主要就是讲师这一块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也在我们团队做了一下测试啊，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广播员出身，也没有发现一个是电影演员出身。那么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都是普通演员，包括我自己。其实我自己第一次上 Zoom 的时候呢，我到现在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那一次呢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感觉我的整个心脏就从心里面跳出来的感觉。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就是对刚上聘的这些总裁来讲，第一场讲 Zoom 的时候呢，我会非常同理他们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要帮助他们去调整这个 PPT 的这个质量，还有这个演讲的质量，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陪伴和鼓励和同理。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每一次有这个总裁上来讲 Zoom 的时候呢，我一般来讲都会把主题全部都发下去，然后呢让每一个总裁去挑选他自己比较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这个主题。因为第一次上 Zoom 嘛，所以我就会给他一个他讲的比较熟悉的主题。那这样子的话，他在 Zoom 面前呢就是说会感觉到比较轻松，比较自在。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团队的运作方式就是说从主持人，然后到分享者，到这个培训的讲师，其实每一场我们钻石或者双钻石都会跟这些伙伴做亲自的沟通。因为主持人虽然是前面讲两分钟后面讲两分钟，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是主持人是影响整场 Zoom 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带动。那么如果主持人的状态非常好的话呢，那我相信小伙伴呢也非常希望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推崇和推荐，然后呢希望这个讲师快点出来，他们想去听这个讲师的演讲。那么也是通过这个主持人的带动，让讲师还没有在讲之前已经有充足的能量，准备要跟小伙伴分享他所有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主持人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分享者，那当然分享者除了我们团队现在这个讲课的呢基本上都是红宝石以上的总裁，当然我也会选一些比较优秀的蓝宝石或者精英蓝宝，偶尔也会上来跟团队的伙伴分享。那就是我上个月啊就是给团队做了一场 Zoom， 我这个记忆呢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
因为团队有几个新上的蓝宝嘛，然后是在疫情的期间，是在足不出户的这个状态下，然后达到蓝宝。其中有两位呢，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因为他们是太新，从来没有上过 Zoom，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一听说要到大团队做 Zoom 的话，他们马上就去写分享稿，分享稿也是我们一遍一遍的去更改，因为写的比较冗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小伙伴他没有上过 Zoom， 然后也不懂得怎么去调试灯光，调试这个镜头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会带着小伙伴一起一步一步带着他们一步一步去演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团队的各位领导人也非常的尽心尽力，每一次有他们团队的活动的时候呢，领导人都是亲力亲为的，就是帮助大家不停的演练。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最终的效果就是要给大团队，就是说贡献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然后非常专业的，甚至是非常国际化的这么一个 Zoom 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位伙伴呢，其中有一位是全职妈妈，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经过不断的演练，她那一天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棒。还有一位呢是72岁的一位退休老干部，他也是第一次上镜头，但是就是因为在背后这样不断的练习。到真正的那一天上 Zoom 的时候，哇，他的能量真的是比很多总裁的能量都很强。我说这一点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只要我们领导人就是说把这个定位定好，那么然后每一期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手把手，然后带着伙伴一起不断的练习，然后还有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鼓舞和加以鼓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讲师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伙伴会有一个更好的层面，然后呈现给就是全球的小伙伴们。那么这是其中一点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还有就是义工团。那么在义工团之前，其实包括一些总裁啊，我就讲师这一部分，包括一些总裁也非常尽心尽力。我记得也是前两个月有一个这个绿宝石总裁，他做这个采访，做采访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家里的信号突然不好，然后呢他就马上去跑到楼下的去网吧去测试这个信号，可是网吧的信号也不好，灯光也不是很好，就是开镜前的两个小时他就楼上楼下这样去跑。那最后真的是他的这份努力真的感动了上天，到最后的那一刻终于在他家某一个角落找到了非常棒的信号，然后灯光也非常好，就完成了这一场非常完美的 Zoom。 那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总裁的行为还是小伙伴的这种行为，都代表其实我们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团队的定位，当你定在这里的时候，然后我们要首先是要自己首先要去演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协助整个总裁团，包括整个小伙伴。那么后面进来的小伙伴，只要他到大团队来，不论是分享也好，还是做培训也好，还是说做采访也好，每一个人其实他们都把标准定在应该定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团队的 leader 哈，还有整个这个总裁群的话，我觉得方向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总裁这边的策略之外呢，我觉得第二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义工团。那我们团队呢选择义工团呢，就是总裁以下蓝宝以上，就是蓝宝和精英蓝宝。那么我们选择这些义工团的伙伴呢，首先是真的是全力以赴在运作的，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非常非常的愿意付出。因为我们对义工团我们定的标准也是定位啊，我们定的标准就是零失误。所谓零失误就是说，无论是片头曲、片尾曲，还有中间开镜头、关镜头，就是说整场Zoom下来我们要求的是零失误。那么零失误的话，就代表所有的义工团在整场 Zoom 当中，除了他们在 Zoom 开始之前有两次特别的这种演练之外，然后在 Zoom 的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要全神贯注，才能真正的达到零失误。那么这些伙伴其实每一期都是陪着讲师，陪着分享者，然后呢，其实真的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当然同样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总裁的
想心里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会调动全团队所有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义工团，因为他们才是我们将来真正要打起来的下一步的领导人。因为我觉得其实能力的话呢可以慢慢提升，但是就是说寻找这种有爱心愿意付出的这些伙伴，才是能把我们整个杰斯也好，是把整个团队也好延续下去的一个最好的方向。就比方说像今天我们是做这个全球的这个 Life 版，其实我们这些钻石双钻石在台前在目前就是比较光鲜亮丽的，然后去分享我们在杰斯的一点认知和一点感受，但是这场活动的背后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有公司的行政，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语种还有在线同步翻译的这些翻译员，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幕后英雄的这个衬托，我相信我们也真的很难去达到一个这种全球注目的这种一种国际化的标准。然后呢我们这些红花真的也是需要这些绿叶来配，当然了如果是说真的需要我们当绿叶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是首当其冲。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团队就是筹办这个高品质 Zoom 的一点小小的心得。那么在这里呢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当然了也感谢今天在线的所有的伙伴，感谢你们来花时间来了解杰斯，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好好的运作杰斯，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我相信我们会以很快的速度，然后呢在钻石的舞台相见，好吗？那我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北美销售总经理易如，易如，非常感谢我们的 Tracy 啊，听到您的这次跟我们的分享之后，真的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每一个看似平凡没有失误的一个 Zoom 的会议，想不到后面有这么多的，比如说团队的各自的分工啊，各司其职啊，然后呢是团队互相之间的合作，真的，您这个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很多的一些学到的东西，非常感谢。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 Tracy， 好，谢谢，那么拜拜，好，拜拜，谢谢 Tracy。那么在我们的在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我要请出我们的讲师 Victor。哎 ，Victor， 你好。你好 ，Victor。好，那么 Victor 呢，现在是我们加拿大的钻石总裁啊，他同时也是一位也是一位践行我们杰斯健康生活方式，在跑遍全球的一位马拉松的一个跑者。那么他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是中国注册的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他是两个牌照的持有人。那么在2001年他移民到加拿大后呢，就经营了传统生意，其中有一家就是加拿大华人目前为止唯一的潜能成功学的训练机构。那么在经过认真考察之后，他看懂了我们杰斯，在2015年就开始全力以赴经营杰斯事业，第二年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钻石总裁。目前呢他的团队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在这里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的 Victor， 并且能够让他来为我们做下一个主题的演讲。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Victor。 好，非常感谢我们周经理的介绍，非常感谢Genes 公司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一个主题。我非常高兴今天给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今天我们杰斯杰斯大学、北美杰斯大学，包括我们即将下来的好多活动都是在线进行。那其实我们相比以往几年，我们好多活动在地面进行，到现在改为在线上进行，我们一下子发现好多东西在改变。那我们以往我可能会经常去跑市场，但是从今年过年到现在，我基本上在家里面来支持团队、培训团队。那我自己的团队在全球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那非常高兴我们通过杰斯这平台、互联网这个方式，能够带家创业，能够
把生意推广到全球，把吉思这么一个健康创业一个福音能够推广到全球。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我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今天通过专业的经营在线会议来成功拓展我们国际市场。吉思可以这样讲，目前在全球已经覆盖了150个国家左右的市场，可以这样讲，是没有几家公司能够把市场拓展到这么大，那我们吉思做到了。那如何通过我们今天成功专业的经营在线会议，能够一起跟吉思这么一部快车一起往前跑，一起把我们的网络团队广道铺设到全球。那我们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今天相比以往的几年来讲，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好时机、好趋势、好平台。吉思这平台它是可以讲是无缝隙的一个链接，无国界的发展，无秒差计算，让我们轻轻松松可以跟国际施工师一样，能够把生意做到全球，把团队做到全球。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思施工师既然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不像我们传统生意，我们只能做3公里之内地方的市场，只能做我们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市场。那吉思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靠我们两条腿跑，我们一定跑不过来，靠我们一个人的经营一定做得不够大，所以我们要利用在线会议一些工具来推广。所以吉思这个平台它特点从一开始就决定它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方式，互联网的一个经营模式。所以我们要做好吉思，我们就一定要通过在线会议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延长，空间扩大，我们两条腿跑得再快都不如一匹马，我们脑袋想得再快都不如一台电脑。那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互联网延伸我们的空间，通过互联网去倍增我们的时间，通过团队去倍增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就要通过在线会议，我们说传统生意靠广告，吉思这生意靠开会。那以往可能开会有些人做到，有些人没做到，但是在过去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团队要做大一定要通过开会，而开会的主要形式在目前来看，在线会议从一个非常重要必备的选择。那在线会议的必要性我们看一下，是一种未来创业的一个大趋势，特别是个人创业，因为轻资产个人创业已经成为趋势，大家希望平衡自己的生活，边工作边有自己一个兼职收入，边有自己生意，同时还有自己一个另外一个收入来养家糊口，给自己一个备胎。特别这次疫情我们看到有备胎能够在家创业，能够有互联网的要素的生意就变成非常有优势，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清晰看到未来个人创业一个潮流。那未来个人创业要求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利用我们家里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一杯茶一杯咖啡，我们一个网线，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平台合作，我们可以开始来创造我们自己一个个人财富，同时帮到别人。那另外一个是目前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发展迅速，我们看到这10年以来 Facebook、 YouTube 还有 Twitter 还有腾讯微信的发展吧，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真正地球村的经济模式，地球村的一个交往模式变成一个六可能。所以这样让我们今天在推广的时候，我们推广的时候已经可以远远超过我们两条腿所能达到的距离，也变成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成本几乎等于零，在沟通的时候成本几乎等于零。所以 social media 的发展让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条件和这么一个优势。那我们看到近期 Jonas 公司也是通过自己的开发还有合作推出了新的一个开会模式 Jonas Live。 那我们这一次吉思大学我们看到 Jonas Live 也用上了，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工具，我们看到非常好用，多种语言同时催放。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来拓展壮大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借助吉思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些在线的一些工具，视频的工具，来拓展异地的市场、外围的市场、陌生人市场。
那在线工具有哪些？我们在线工具的话，国外有国外的一些在线工具，那中国或大中华地区有一些在线会议工具。那我们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目前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钉钉、Skype， 还有企业微信、腾讯远程操作，还有小鹅通、Facebook、Zoom， 还有 Nest、Live， 这些工具都非常非常好。那我在这里呢，根据目前公司的一些使用情况，我这里面主推 Zoom 和 Nest Live 这两大工具。那其中腾讯视频好，还有 QQ 视频好，有个好处就是 QQ 视频可以远程操作。如果大家有 QQ 的话，两边都是 QQ， 都可以通过这个工具。那 Skype 如果大家有账号的话，也可以来使用来做一个沟通演讲，还有一些传播一些信息。那对我们来讲，比较能够大家用比较多的就 Zoom 还有 Genesis Live 这两大工具。那这两大工具的话，特别是 Zoom， 可以再这样讲，是小范围也可以开讲，一对一也可以开讲，一对多也可以开讲，还可以互动。所以大家学会用这些工具，非常非常有帮助到我们的一个市场拓展。那如何成功来拓展组织一次在线会议？这里面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第二个，明确分工。第三个，要体现一个专业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就是灯光和声音的一个调整。另外一个，要学会用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是一些公司一些资源的一些应用。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充足准备，要准备什么？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组织主办一个会议来讲，我们要充足准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要查看我们的网速。网速的话，如果说网速不好的话，就变成非常卡。特别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沟通的话，大部分带有视频，带有 PPT， 所以这样的话还有图片。这样的话，如果网速不好的话，就影响到你的一个听众的一个收听。所以我们怎么样查网速？网速有两个网站，第一个是 faster.com， 另外一个 speedtest.net。第一个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可以记住就是 fast fast.com 这网速。那么什么样网速才是可以做一个正常会议？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如果你作为正常的要求不高的话， 1.5M 每秒钟就可以上传和下载，这个速度就可以了。那如果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样的话就希望最少有个 10M 以上这么一个网速。那同时在准备一场会议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视频，把电脑里面一些其他无关的操作系统把它关掉，确保网速正常，不没有任何其他干扰。那一个就准备一个专业的课件，那根据你的听众还有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准备一些说明会的课件或者是培训会的课件等等。那另外一个，做一个会前宣传。那会前一个宣传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做一个会议来讲，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那所以我们在里面一个会前一个宣传，就带有时间还有开会的一些信息。那这个会议宣传呢，最好是一个手机版的一个 PPT 或一个图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部分人现在打开的时候都是用手机打开来查看，如果你显示的信息最好是一个手机画面，那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信息也比较能够比较多。那一个，要足够多的了解一些听众的信息，比如你的听众是偏向于创业，有些听众可能偏向于健康信息，有些听众今天来的是为了来了解怎么样操作的系统，所以我们针对不同听众来做不同准备。那一个，要了解一个讲员的一些信息，不同讲员他特点不一样，有些可能比较偏向于比较擅长于讲故事，有些人可能比较擅长于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有些人可能比较幽默，有些人可能比较能够严谨，所以我们要针对不同讲员来做一些不同调配，还不同使用。那一个背景音乐，做一个会前、会中、会后一个穿插这样让整个会议变得更加多姿多彩，非常活泼生动。那一个就要做会前的一个调试。那每次会议的话，其实我们说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们每一次展现出来一个专业形象，所以我们会提前做一些专业一些调试，让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专业进行。另外一个，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专业形象，那包括背景来讲，我们一定要稍微不要花里胡哨的。我们今天展现的背景，比如我今天看到大家看到我后面这个是一个国际一个地图，全球地图。那我们做的是国际化生意，那当然我们做的是展现一个专业形象，所以我配了一个全球地图。那另外头像要保证自己能够头像恰好在这镜头的中间，然后上面保持一定的有一定的空间留白啊。一般来讲，整个上面在留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么一个空间，不要太顶啊。这是头像。另一个服装方面、服饰方面一定要稍微专业。一般来讲，因为我们做的是国际化生意，我们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专业化生意。所以我们要给人家感觉到你的服装比较专业，这一点我想多讲，我想提醒一点，就女生的话不要穿太低胸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服装方面，如果说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比如说肩 body 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就不合适系上领带，穿上西装。那我们看看公司肩28的教练出来讲课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穿西装，他穿的都是一个 T 恤，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一个运动型的东西。所以跟你的主题还有一定关系。那当然头像的话还要保证，就是这个镜头一定要胸部以上，也不要太低，也不需要太高，这样的话显得就是能够比较专注。好了，那另外一个就要明确分工，在一场会议下来其实是大家一起合作的结果。那这里面包括主持人专业主持，那主持人有专业主持跟一些讲稿啊，都要事先做好一些准备。那主讲嘉宾啊，有不同的穿插，不同配合，有些讲公司，有些讲产品，有些讲制度，有些讲趋势。那还有分享嘉宾，有些分享嘉宾可能擅长分享一些产品见证，有些可能分享一些成功见证。所以要根据你今天说明会的一些要点，或者是你的一个方向来做好一些不同的一个组合。那我们建议一般做一个说明会来讲，最好是有不同层面、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这么一些分享，会让整个说明会的听众听起来比较舒服啊，有一些自己的参考。另外一个就计时，作为一个会议来讲，我们有一个时间控制啊，最好有个计时大臣能够计算时间，这样的话提醒。另一个的话，有若可能的话，再有一个人记录这场会议的一些信息啊，重要一些信息，方便做一个 review 啊，回顾。好了，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做一个在线会议由灯光和声音。灯光的话，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讲几点。第一个叫主光，主光的话就顺光，也是正面的一个光线。那这个光线的话，可以映射外貌和形态主要光线，承担起主要照明的作用，使我们主播的脸部受光匀称，同时呢也是美元的第一步。好了，另外一个辅助光，辅助光是增加立体感，就是从另外一个90度或45度这样照过来的光线叫辅助光。辅助主光的灯光，这个好处是什么？增加整体立体感，起到一个突出侧面轮廓的作用，这样的话人显得比较有轮廓。那一个顶光，顶光从上面照下来是处于主光的光源，从头顶位置照射的时候，给背景和地面增加一些照明的光度，同时让这脸显得比较瘦。那大部分人在讲课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光线，那就是家里的灯光。那其实我今天讲的时候，其实也有主光，也有辅助光。那另外一个就逆光，也叫背景光，是从后面照射过来的，也叫环境光。主要是起一个什么，让整个室内光线均匀。但是大家要记得一点，背景光不能喧宾夺主，它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同时这些光线还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做一个柔和的作用啊，做了一个柔和处理啊，比如说铺一层薄薄的纸啊，这层纸有个起个柔和作用。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会议资源的使用。除了我们刚才讲灯光之外，我们还有声音处理的话，最好是能够做一个过滤的一个作用，因为有些时候声音比较听起来比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买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一个话筒，同时再做一些过滤，那这样的话可能感觉声音比较柔和，听起来没有那么不舒服。好了，除了这个灯光和声音处理之外，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做一个会议经营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一些会议资源。那好消息是什么？我们这些会议的一些信息资源都不需要完全靠自己去整理、自己去设计，而是公司杰斯公司它有庞大一个资料库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信息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写，拿来就可以。那这些资料在我们 Genes Share Genes.com 里面上面就有，这个信息上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公司平台、事业机会、产品介绍、会议旅游、活动信息，包括 video 过去的一些会议的一些片段，非常震撼人心。同时还有一些会员培训，比如说关于制度、关于产品、关于平台等等，这些介绍培训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可以尽可能去利用这些资源去展示给你的一些听众。另一个还有晋级表彰啊，让大家可以看到公司整个团队欣欣向荣的发展，看到一个团队一个未来一个潜力。还有另外一个最新的一些消息，公司一些通知啊，包括我们近期马上有一些活动啊，杰斯大学包括我们最新的一些促销消息都会在那上面不断的推出，这样让我们能够及时打开去给你的伙伴或者说你潜在顾客做一个分享。当然还有相关一些资料，那这里面我不一介绍，但你打开 Sales Genes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上面太多太多资料了，包括图片，包括一个名片怎么设计，样本都有。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我们跟 Genes 这家公司合作，这个平台合作，我们就是等于我们进入一个保障一个资料库。所以我们今天合作，我们可也许我们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通过Genes公司合作，我们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也许我们不能跑太远，但是今天有互联网这优势，让我们可以做全球。我们可能今天还在待在家里，但我们却可以把广告铺设到全球，这就是今天这个平台的魅力。那在进一个场会议之后，我们还要经常哈，我们还要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去总结和提升。一场会议下来的话，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好，那可能在某个细节方面，我们可能回过头一看复盘的时候，可能发现里面可能还有某些方面还需要可以提升的。那为我们下一次来做同样一个会议，来做一个总结、思考、提升，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会议一次办的会比一次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好，团队会越来越发展。同时，通过每一次会议的一个举办总结，也是让整个团队不断去培养人才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复盘啊，好像下象棋一样，下国际象棋一样，下完以后你在复盘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当时我这一步可以做更好。那所以今天Genes公司呢，给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一个机会的同时，也让我们在这时代里面，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威力，来通过Genes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多一个资源，再通过我们在线会议专业经营，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全球国际化生意平台，还有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让我们未来在家创业成为一个可能，让我们在家拥有全球收入成为一个结果。那我今天分享就在这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公司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谢谢。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 Victor 啊，其实您今天给了我们很多都是一些很细节上的东西，非常的实用，也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在线会议的现在在这个大情况大情势大趋势之下的一个重要性，更能够让我们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有时候经常会发现有时候网速比较卡，然后您告诉我可以通过一个网站，通过 www.fast.com可以让我们去检测一下自己的网速，可以做通过这个检测的结果可以做一些准备和做一些对应。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Victor。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来欢迎我们的下一位我们的伙伴。Hello 大家好。哎可以听到对吧？嗨 ，Michelle， 你好。你好，叶如。Michelle， 你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刚刚好像是我的网络有一些问题还是什么？对，好的。
您稍等一下啊，我这边网络要重新调整一下。好，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生会的一遇件到事，的问题，对，是会的，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好，那么您稍等一下啊。那么这里呢，我这边网络 OK，好，现在没问题了。那么Michelle，非常感谢您能够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那么 Michelle 呢，我在这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Michelle 以前是从事国际贸易和实体店的传统生意，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了。那么在做杰斯之前呢，她是做了5年的全职妈妈。在那5年之间，她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机会。那么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受益于杰斯产品的同时呢，她也开始了解杰斯的事业，并且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机之后，她就决定全力以赴来经营杰斯。她仅仅用了1年5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钻石。她现在是一个拥有将近20万人团队的领导人，她的事业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那么在这里就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让Michelle 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其实就是如何来增强我们的线上内容这一块。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Michelle。Hello，来自全球及北美的我们的杰斯伙伴们，大家好啊！这个我是 Michelle，现在呢在我们拉斯维加斯的家中为大家做分享。好，那非常感谢易如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一次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好，那这个希望呢，我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哈。那史无前例的这个全球的疫情呢，现在是让各行各业的人们呢都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定位我们的这个未来哈，顺应时代的这个发展。像现在呢，就是说很多的全球的这个生意呢，都是从线下的经济转为了线上经济，哈，就连一些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呀，然后还有婚礼啊、生日 party，甚至呢都改到了线上举行，哈。那我们呢，杰斯的事业呢也是如此，哈。疫情之前呢，我们大家都很热衷于跑市场，然后呢团队聚会，参加大型的这个公司的活动哈。疫情之后呢，我们呢也应该迅速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沟通的模式哈，从线下搬到线上哈。那么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同样的具有感染力、号召力哈，同样的这个具有温度呢？好，那线上的前期计划准备工作其实就是至关重要了哈。那近期呢，伙伴们可能都有参加过很多的各个团队的还有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线上的 Zoom 分享哈，那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其实呢，这些会议的背后呢，都是很多领导人然后通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筹划而展现给我们大家的哈。那其实呢，我们就说在做一场这个 Zoom 的分享会之前呢，我们要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这场分享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那这个分享会呢，不是走过场哈，要得到比我们亲自跑市场还要更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这样讲哈？像原来呢，我们很多伙伴和领导人的重心呢，我们可能是放在了这个面对面哈，跑市场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哈，我们也乐在其中哈，虽然辛苦，但是很快乐哈，因为可以跟伙伴见到面。但是现在受疫情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去各地去跑市场，怎么办？我们把我们的会议和见面搬到了线上哈。那这样子的呢，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比我们当时跑市场的效果更好。
为什么？因为像原来我们跑市场很辛苦，每两天跑一个城市，但是呢可以接收到我们的信息，听到我们的分享啊，这个接收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些伙伴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一个城市啊，只是局限于人数的影响啊。那我们很多这个优秀领导人的这个分享呢，就是不能传达给我们所有团队，遍布于全球的这个所有团队伙伴。好，那现在的线上分享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可以让全球的伙伴在同一时间都能感受到杰斯的魅力还有团队的热情啊。所以无论是小团队几个人的沟通，还是我们大团队上千人的这个会议，都需要非常严谨的前期准备和计划啊，来展现我们的这个专业啊和我们的态度啊。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Zoom 的会议里边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核心领导的会前会哈，然后呢还有我们主要的这个会议的内容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嘉宾的分享提前做好我们的这个共享屏幕的资料哈，还有呢就是会议的通知、邀约、核心领导的会后会，就是这六个方面。那现在呢，我就帮大家展开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哈。那大家现在看到屏幕上的第一项就是我们的团队核心领导的会前会啊。其实呢，在我们团队的领导的会前会，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引领着我们团队的这个Zoom 会议的这个方向哈。那我们都会前会研讨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探讨商讨我们团队的需求。很多的会前会我刚刚讲了，不是走过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那达到目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团队伙伴的需求、团队现状的需求和顺应我们当时公司的活动的需求来展开的哈。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就是在商讨团队目前的需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定夺会议主题和方向啊，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团队的需求哈，来设定下一次或者是下一周、下一个月的主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商讨分享嘉宾的人选。我们的人选啊，一定要顺应我们的需求哈，和这个需求同频的这样子的一些伙伴或者是领导人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会议哈，都是包括哪几个方面哈？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总结的这个团队的主要的这个Zoom培训的几个会议方式哈。那第一个呢，就是事业说明会哈，分享会、产品培训会、后台操作培训、会员培训，还有蓝宝以上领导力的培训哈。其实这几个会议的模式呢，都是我们平时团队需要这个了解和做提升的几个方面哈。好，那在这六个会议的模式，当然我觉得这几个会议的模式是必要的哈，当然您可以加可以减哈。那在这六种形式当中，其实呢我们又分为了几个方面哈。那适应不同的人群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适合所有伙伴和新人的会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区分开哈？其实呢，很多的不同内容的会议是适合不同人群去学习的哈，去了解的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适合所有伙伴和新人的会议哈。那我们说适合伙伴和新人的会议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事业说明会哈。那我们的事业说明会大家都知道哈，它是向我们现有的伙伴和新人展示公司、展示产品
和杰斯的商机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新的没有加盟的这个新人，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来了解杰斯。那我们已经是我们的事业伙伴的这个伙伴们呢，可以反反复复的收听，然后呢在不同的分享嘉宾的这个分享当中呢，可以学习，可以提升自己，以达到呢将来自己也可以做这个事业说明会的一个目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产品培训会，这个呢当然了，我们的会员伙伴呢，我们可以这个收听这样子的一个培训会呢，可以就是说增加我们对产品知识的了解，以便呢我们将来可以正确的使用和复制还有分享我们的产品的优势。那对于一些新伙伴，当然您可以邀请一些新伙伴来了解杰斯的产品。如果您是以这个产品导向去分享伙伴的话呢，邀请新人来参加这样子的产品培训会也是 OK 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会员分享会，我们的分享会呢会每一次都会邀请有代表性的伙伴来分享他们的杰斯故事和在杰斯的看见影响和带动团队的发展。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团队当然我们去新分享的一些新的伙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那有不同的背景那我们来找一些团队非常有代表性的伙伴来分享的话呢，也许某个人的某一句话就会打动您带来的新人所以呢这个分享会也是适合新人来参加的而且在会员分享会当中呢，我们也会穿插一下团队这个近期晋升级别的伙伴的一个表彰的活动以此来激励我们团队的一些伙伴好，那第二个类型就是仅限于会员参加的会议那就是会员培训会员培训顾名思义，他一定是杰斯，已经是杰斯的会员了，已经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了那在这个会员培训当中呢，我们会传授一些经营杰斯的基础知识比如说邀约谈单，然后市场的开发技巧等等还有产品的培训，后台操作的培训销售和培训公司近期活动与优惠套餐的促销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级别晋升的活动Diamond Vision 的这个活动我们都可以在会员培训的这一个章节里边为大家展示为什么说这一个会议只有会员培训不适合我们还没有加盟的新人参加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Zoom 会议我们所传授的这个方面呢就是邀约谈单那我们很多伙伴都知道ABC 法则，我们怎么样去谈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讲，在对方这个找到一些这个借口或者是等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该说什么样的话，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如果今天您邀请了一位新人，他并还没有加盟杰斯的话，您让他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培训，对方会不会有一些反感？对方会不会认为我们在怎么讲，在给他一些挖坑，说白了就说挖坑，然后我们去这个什么要促销他的产品或者是怎么样，会给一些新人呢带来非常不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呢请大家千万记住，这些会议该是什么邀约什么样的人参加是非常要严格要注意的然后再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蓝宝石以上经销商的培训这个培训呢仅限蓝宝石以上的经销商参加。为什么我又标明了仅限因为很多在我们团队的这个领导人当中呢，虽然我们发了信息仅限蓝宝石参加的蓝宝石以上经销商培训，但是呢他们还是分发到各个群里边去
哈，其实呢，这样的做法，很多领导人就说啊，那让我团队一些他们非常积极的这些人啊，让他们提前来加入到我们的啊，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会议当中啊，然后呢，让他们提前来学习我们领导力，这样不好吗？哈，其实呢，亲爱的伙伴们，有的时候我们来分享新加盟进来的伙伴呢，其实他们的这些他们的一些认知感是不一样的哈。那当我们这个刚刚加盟进来，我们认为什么？是不是认为这个生意简单啊，我们才有信心，对吗？如果今天新加盟进来的一些伙伴啊，您让他去了解一些什么领导力呀，怎么样去处理团队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呀，然后呢，处理逆商的一些心态的提升，各个方面的东西，很多人呢看到了，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却步，觉得哇，太难了。作为一个杰斯的领导人要学会这么多的东西，他会望而却步，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适合什么层级的伙伴，就要邀请什么样的层级的伙伴参加哈，这是有非常严格的界限的。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说要邀请嘉宾哈，邀请嘉宾啊，根据不同的会议主题呢邀请适合分享的嘉宾。建议呢每场会议都有主持人和至少两位嘉宾哈，这样的形式呢不会过于枯燥哈。像刚刚呢我们的 Victor 也在介绍哈，就是说我们一场会议下来哈，要有主持人做这个穿针引线哈，然后呢再有我们要邀请适合分享的嘉宾。比如说今天这一场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呢主要的方向，我们是针对团队新进来有一些这个商人传统生意的经营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邀请我们团队一些有代表性的传统生意的成功的企业家来分享哈。那比如说我们团队也有很多这个全职妈妈哈，比如说我也做过5年的全职妈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邀请团队很多这个全职妈妈哈来做分享。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可能对我们彼此之间在线下来收听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些伙伴可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哈。所以呢我们要非常认真仔细的去分析我们要邀请什么样的嘉宾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以访谈的模式哈，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觉得以访谈的模式来做分享的话呢，这样子的模式是比较好的，比较轻松的哈。那主持人呢也可以去按照有重点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来提问我们的这个嘉宾对于一些听众来讲呢，他们也比较focus 在这个我们的问题上边哈。所以呢我们建议一场会议哈，至少要邀请一位主持人和两位嘉宾，甚至可以3位、4位嘉宾哈。好，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共享屏幕的资料哈。在共享屏幕的资料中呢，不要夹带个人的信息和夸大这个产品的宣传字样哈，这个写错了一个字哈，大家谅解哈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没有办法改正了哈。那就是说很多伙伴他们在这个分享屏幕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自己的这个信息资料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放上去自己的一些电话号码呀、微信号码呀，然后自己的 email 啊。其实呢，这些我们都是不建议的。
如果您是做自己的一对一的沟通，这样是可以哈。但是呢，在我们大团队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Zoom 分享当中呢，这样子的这个共享资料就不太合乎要求了哈。因为呢，我们大团队的 Zoom 的分享是来自全球不同团队的伙伴哈，建议伙伴们把个人的信息要拿掉哈。然后呢，不要有扩大产品的宣传的字样啊，什么我们可以抗癌症啊，什么什么这个可以什么降低血糖啊，治愈糖尿病啊，类似于这样子的夸大产品的宣传，不要放到我们的共享屏幕上，更不要去在我们的 Zoom 里边去分享哈。我们只要宣传杰斯产品的细胞优化的原理就好了，好吗？好，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会议通知啊和我们的邀约哈。那原则呢，就是我前面讲过的，要严格按照我们不同会议的主题邀请适合的人群哈，这个一定要千千万万要记住哈，要适合的人群哈。那我们的通知和邀约呢，其实要提前并且多次。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的团队的做法是我们至少会通知三次啊，因为很多人他们会很多事情会忘记，或者呢很多人呢他们就说还暂时没有把杰斯的事情放到自己的第一位哈。那我们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那第一遍呢其实就是提前的一个预告哈，是提前一周或者是提前几天的一个通知哈。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的群发，可以通过私信或者是电话去进行邀约哈。那第二次呢，我们就是在会议的当天哈，会议的当天提前几个小时哈通知到团队哈，再次提醒伙伴们不要忘记哈。那第三次的提醒呢大概就是在会议开始的10到15分钟哈，提醒伙伴们赶紧上线哈，现在的会议室已经打开了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连续三次通知的话，我相信很多的伙伴他们不会再说哎呀我忘记了哈，哎呀我错过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这几点一定要注意哈，并且呢这个约束自己可以做到。那第六点呢，就是我们的核心领导的会后会哈，那就是说总结会议的成功点和不足点啊，制定下一次或者是下一个月下一个周期的会议计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修正哈，让我们可以做到更专业啊。那我们很多的这个领导人呢其实也是这样子，在 Zoom 的培训 Zoom 的会议，我们都是其实都是新手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我们的会议的结束之后哈，团队的核心领导人的这个总结是至关重要的哈，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在将来的这个会议当中呢可以不断的进步哈。好，那现在这上边的几点呢就是我的分享哈。那我们都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哈，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大家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呢快速的行动起来，利用线上的工具呢发展和迈向这个杰斯呢新的一个里程碑。好，我的分享就是到这里。OK。好的，非常感谢我们 Michelle 啊，今天给我们讲了如何去提升线上活动的内容，他从会前、会中、会后给了我们很多的细节，告诉我们哪些要
要去做，哪些呢要注意，比如说会前的通知，有时候因为我们也发现很多伙伴他们只做了通知那个步骤而没有去做邀约，所以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同样的会议的话他的对象对了那么会议才会更好，对象错了反而会把这个会议起到一个反作用反效果。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 Michelle， 谢谢，谢谢一如，谢谢大家。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一位伙伴呢是我们的 Sally， 来自我们的加拿大。那么 Sally 呢她是一位思维非常活跃非常阳光，而且呢经常会妙招妙语不断的一个我叫她是一个明星主播。她呢是英文专业，20多年前呢移民加拿大后呢就获得了康大工商管理学士的学位，他有着一份高薪的管理工作。在接触杰斯之后呢，他一开始是排斥的然后呢经过了考察和研究之后，他最后是接受并且热爱。他让我敬佩的是在他看懂了杰斯之后，他毅然辞去了高薪的工作，怀着极大的爱心和热忱投身到助人达己的杰斯事业当中从此呢他的美丽如阳光般的绽放成为了我们成为了我们德才兼备的一个全能杠精。他呢我可以说一下，有时候很多系统的问题，我因为也刚加入，有时候很多系统的问题我都要去请教他。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加拿大的星光蓝宝，我们的 Sally。 那么下面我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 Sally， 让他来给我们分享如何最大化的去利用我们的社交媒体，谢谢。好，大家好，谢谢一如的介绍，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对社交媒体的一些心得。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演示哈。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怎样最大化的利用社交媒体来做杰斯。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故事哈。那我其实呢是来自湖南衡阳，92年呢先是毕业去了深圳，99年呢又移民到了加拿大。我大学是学的英文专业，像例如说的我来到加拿大以后呢我就读了工商管理的硕士，然后呢也一直在做的是物流管理的工作。我虽然以前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呢似乎还是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杰斯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看懂，长达10个月我完全的不去理会，也非常的拒绝。后来呢我花了很多时间考察了公司产品平台制度和文化，我看懂了以后呢我开始来做杰斯，后来把工作辞掉，我现在是全职来做杰斯事业。那我很感恩在这样一个很挑战的时间里面，我有一份可以在家就能赚钱的事业，而且我也非常大爱这个平台啊。那么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社交媒体的话，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话哈。当我去 MBA 的时候呢，我的教授第一节课就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去to see and be seen， 就是呢去看世界也被世界所看到。那我们今天诚然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以及被世界看到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目前脸书的用户有20亿之众，然后 Instagram 有10亿， Twitter 用户有3亿，而我们的微信平台居然有12亿的用户。因此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矿哈，等待我们去挖。那么我把整个社交媒体呢提供了一个矩阵给大家参考一下哈。我们可以分成4大块，第一块呢就是很多的社交的软件，比如说像我们用的微信、脸书、 WhatsApp、 Instagram、 Pinterest，这里都有很多地方呢我们可以整合一些相同爱好的人，比如说像微信，我们最近有很多就是种花种菜的群，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认识朋友，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可以发挥你的一些专长啊，比如说你可以举办一些课程啊，比方说你在那些群里面发布，我可以做插花课或者是做蛋糕的课程，这样可以认识很多陌生的朋友。那么你第二呢也可以做一些 vlog， 这个是非常火，现在是一个做视频号。大家知道吗，微信最近有一个新的功能，能做1分钟的视频号，
有少数人可以用哈，将来一定会让每一个微信的使用者都可以做。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发布你可能对产品的一些信息，可以对你对生活的感悟，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粉丝。那么做视频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可以帮助别人认识到你的才能，认识到你的理念。我们其实很多的观念，比如说健康观念，还有饮食，如何睡眠，如何去创业，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材料可以来做我们的视频。那么你做好视频以后呢，可以发布到比如说小红书，这是中国的一个视频平台，或者是抖音、快手、哔哩哔哩，在国外呢可以放到 YouTube 上去，国内还有一个优酷，这都是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制作的视频呢被更多人看见。那么呢，怎么样来修正我们的就是视频呢？可以用一些软件，比如说我常用的美策呀、快影啊、乐秀都可以。那去哪里找到我们好的视频素材呢？我要卖个关子，一会儿呢给大家来介绍。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 blog，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微博、每篇、简书等等。同样也是可以将刚才我讲的那些题材写成文字，这样可以让很多人看到。我就有这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得到一个客户，因为他发现我做了一个每篇呢，就讲了一个白藜芦醇可能对我们健康的人的对我们的健康的益处。他联系我以后呢，是个陌生人，我完全不认识，到今天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我后来就后期的跟进，跟他进行了非常专业的一个辅导，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伙伴。同时还可以做一个音频 audio training， 比如说喜马拉雅、荔枝微课，你都可以每一天都做五分钟之内哈，比较简短的比较方便一些，可以吸引很多人对你的发表的内容有兴趣，继而加你成为你的一个朋友。好，第四大块就是直播，像我们杰斯就是非常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包括我们的 Zoom 的云会议。还有些直播平台，像是有播呀，或者是特报报直播呀，YouTube 直播都是可以用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点，可以往很多的面去撒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阵势。那么，我透过这些时段的一个努力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技巧。刚才我说过，去哪里找很好的视频或者是照图片的一个素材呢？我们的杰斯官网是最好的。其实我们杰斯的平台是有非常棒的一个视频照片的一个仓库哈。我在罗马旅游的时候，我曾经跟我们的摄影师有过一些沟通，他当时扛着机器给很多人去拍摄，他非常敬业，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他说我就是要做出最好的图片、最好的视频，让我们的经销商能够有好的东西去推广。而且我们公司呢，也的确是在视频啊护士媒体上面有很多的成就，我们最近又得了一项大奖哈，我们的一个就是数码的一个奖项，九个金奖，十五个银奖。所以呢，我们的官网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用，我们的后台，你的那个账号 www， 然后加你的名字加 jenesglobal.com 就可以找到很多资料，还有 share jenes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还有我们公司的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都有很多很多资讯可以去找到。然后呢，我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展示的时候呢，一定要专业。我很喜欢一句话，说是怎样来治疑难杂症，专治、专业和专注啊。那么我觉得，如果每一次的出现你都是非常专业的，像我们李明老师就是我们的榜一样，他每一次出镜啊都是非常的靓丽，非常的专业。好，第三呢，就是要学会讲故事。那我有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视频，我比方说我想说呢 ，Ara， 我就会说，你听说过可以喝的化妆品吗？这就是我用的杰斯的呢 Ara。或者呢，我如果讲 AMPM 呢，我会说，哎，我有个邻居呢曾经问过我，我每一天要喝一大碗的维生素，我有更好的办法吗？我告诉他，当然有啦，杰斯的 AMPM 就只要早两粒晚两粒就可以超过你用的那一大碗。关于讲故事呢，我想
最高的冠军哈，是我们的老板 Randy Ray， 他真的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好，第四呢，就是要去搜索好的素材。那么刚才我说过，除了我们的官网，还有一个宝库，你可以去 Google， 你只要打 free video content， 免费的视频素材，就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比如说有十个特别好的网站，那么我最近就去了之后呢，我只要打入我的关键字，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关于微笑的视频，我就打入 smile， 得到很多很多好的照片和那个视频。如果我想搞一个就是关于基因的一个内容，我打入 genetic， 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很好的高大上的素材。好，那么第五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简短，一定要言简意赅。因为微信视频号只能发一分钟，而微信的朋友圈只能发30秒，而我们的微信的就是互相传送的长度也只是5分钟而已，所以一定要做到言简意赅。第六呢，做的这种事就社交媒体一定要坚持，因为你知道李佳琦他直播了3年都很少有人来看，但他最后呢成功了。第七呢，你要常常留下你的就是说你的那个联系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说当我提到这个 Zen 的健康食谱呢，可以联系我，我的微信是什么什么。好，这个是你一定要做的。第八呢，就是设计一些互动的环节，比如说你可以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工具演示工具的一个应用，你可以说如果你需要我来帮助你美容一下你的那个 PPT 呢，请你发你的演示给我的邮件地址，这样呢你跟他有一个互动，你就会吸引到人跟你联络。那么得到这些朋友以后呢，第一当然是要取得一个信任和保持他的友谊，第二呢你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了解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只要你找到了他的需求，及时的邀约他来参加我们发现节制的活动，或者是微信谈单 Zoom 谈单都可以，来跟他展示我们的节制的这样一个事业机会。好，那互联网时代哈加大健康时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所以狄更斯有句话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来面对。在杰斯这个美好的平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的导演、演员、编辑和记者，这个事业人人可为，时时可为。祝福每一位伙伴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Sally 啊，其实您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我可以说是开了我们的眼界。因为当我们全球华人都还在使用微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的伙伴已经陆续开始用一些小视频，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啊、火山啊这些，但是您今天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对社交媒体这一块真正的普及率、使用率有可能真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可以通过您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可以领略到更多的社交媒体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方法技巧，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事业，包括推广我们的自己。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Sally，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请出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位讲师，就是我们的明丽。哎，明丽，您在吗？好，我在。一路周经理，你好。哎，明丽您好，老朋友了啊，我们是老蒋，我们经常会在各个平台上面看到您。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这边。那么我相信很多伙伴都知道我们的Ming， 但是也有很多新伙伴不认识他。那么我在这边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 Ming 呢，他在1997年的时候移民到美国，他曾经呢经营传统生意，在加入杰斯之前呢，他是个全职的单亲妈妈，但是呢，他一直就是不满于现状，要寻找新的机会。终于在2010年，他被我们公司的大爱文化所触动，加入了杰斯。随后呢，他带着团队就共同努力，他仅仅用了2年9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我们的钻石级总裁，实现了他的财富自由。但是他并不只是满足于他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用自己成功的故事激励
感染了很多有梦想的人，并且帮助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生命。那么现在呢，他是我们的双钻石总裁，他的事业遍布近100个国家，他的团队内有6位双钻石总裁以及20位钻石级总裁。那么今天呢，Lina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如何打造您的线上品牌。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Min。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周经理哈。那今天非常的感恩，就是公司邀请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如何打造这个线上这个你的个人的品牌。其实这个主题哈，其实我回想我做杰斯，我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呢做这个线上的主持这些Zoom 会议，还是分享，还是我们的事业说明会。我算了一下，大概呢已经有将近6-7年的时间哈，其实在线上做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我们在线上的个人的品牌，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从我们镜头一打开，可能我们全部的人都会看到我们的样子，那我们的背景还有所有的一切都会展示在镜头前面，我们的杰斯的家人，或者是有一些是我们邀请来了解杰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学习，在摸索。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今天是特别是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很多的这些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分享啊，全部都放到了这个 Zoom。 就像刚刚我们最棒的这个 Sally 分享的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一个公众媒体的这些分享哈。那我自己呢，其实我想有一点点经验可以跟我们杰斯的家人们来分享。因为在这个个人IP 的打造，就是个人形象的打造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自己要做一些 practice， 就是一些练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哈，就是我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就是说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所以呢，今天最重要的，其实大家就会看到你的脸上的整个的这个光泽度。因为有的人在线上镜头一打开的时候，他的脸是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让大家觉得看起来不太舒服。还有呢，我们个人的这个修饰哈，包括你的衣服的着装，还有你的这个化妆，你叫得体，还有你的头发发型，就看上去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人士。那么如果别人要做一个生意，别人就愿意跟一个专业人士来合作。那我想呢，就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背景哈，你后面的背景也是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些朋友哈，他们也上来镜头，他们也很想在网上可以来怎么做这个生意，但是他们背后的镜头呢是很乱的，也是就是有的是一些床还没有整理的，有些是厨房里面很乱的，就是一个背景也是很乱的。但是这一些哈，我觉得我们只是要做一些这个修正。而且呢，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包括我们的 Zoom 后面也有一个背景的 background， 让你选择，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背景，同时你还可以把你这个去世界各地旅游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照片啊、风景啊，就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背后作为我们的这个背景哈。这样子可能有的人家里面就是都比较乱或者比较小，他没有一个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展示他很美的一面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选择这个，就是这个 Zoom 里面配好的一些给你的一些背景，来让你的背景看上去比较整齐。那当然我就觉得我们个人的这个笑容哈也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当时刚刚开始做这个 Zoom 的时候呢，我也不太习惯，我会很紧张。那后来我就开始每天对着我的镜子哈，家里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镜子，对不对？你就对着你的镜子呢去练这个笑容哈。我以前也曾经就是觉得哇，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笑得那么漂亮，那我怎么就是笑的就是好像就是笑不出那么美的那么自然的那个样子。那我也曾经在我的以前的这个培训当中呢，我有曾经有一段是做过教大家如何去练习你们的笑容。好，那在这里呢可能我也不展开，因为如果你们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些视频，我有很多的这些培训，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练习你的这个笑容。因为当你笑的时候，你已经传递给别人一个正的能量，而且让别人呢开心。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做一个生意也好，做一个不管你做一个事业也好，其实人的心情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总是可以带给别人好的心情、美好的这个希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他愿意跟着你来做，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太在意
就是你在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来打造好你的形象，然后接下来其实才是次要的，就是我们的灯光啊，我们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衣服的着装啊，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你是一个专业的人士。那我想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展示一些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打开我的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来分享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打个比方，我今天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第一个页面哈，就是我这个要放到从头开始看。好，这个页面呢，我就知道就是平时我在视频会议上很多人都会看到，就是哇哦，这个光鲜亮丽，脸色脸上的肤色还有你的发型头发什么都很漂亮，但是其实你知道在背后是什么样的吗？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就像现在也是一样，这个就是说你看我的家里面，我把这个电脑呢就可以要把它垫高，垫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镜头呢是一个平行的。所以你看我家里面呢找到什么，我有的时候就垫两盒白藜芦醇，垫两盒这个佩泉，我们的佩泉精华哈。那我今天呢正好是找到了，我正好在家里有一个打印机的油墨，一个 Samsung 的两个盒子，那我就把它呢这样垫高。那在我的前面呢也是有两个灯，一个是我家里本来就有的一个台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网络上在 Amazon 去订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灯哈，它就可以呢正好照在电脑后面，那就可以把我的脸呢就看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亮哈。所以那当然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拍到的这个灯光哈，就是说你看这个电脑在前面，那那个椅子就是我坐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然后呢也是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垫了一个两个盒子，那后面就是一个灯。好，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会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你不能滔滔不绝一直讲不停，就是说就像今天公司说哦，李明你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那我就会要看我什么时候开始讲的，我就要把这个时间来掌握好，我不能够就是时间都超过。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做网络这个打造你个人网上这个形象的最重要的一些小小的工具，但是这些小小的工具呢却可以让你做的又专业，让你的形象又漂亮，然后让你的整个的脸部的这个线条就是都很柔和。所以这个每一个美丽的这个前面哈，其实都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个舞台，就像一个舞台一样，就是说你舞台前面看到的跟我们在舞台后面看到的可能真的是两回事情。那你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我看到我的一个在做视频会议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但是呢你真正看到的我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要把这个再垫高不够的时候，我把我家里面那些厨房用具的盒子啊，你看这里就我就用到我们的佩泉精华哈，还有呢一些灯，就是原来我还没有买这个灯的时候呢，就是我就用了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灯，一个不够再加一个，再不够那再加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标签贴在我的电脑上，我就知道哦，我大概的主题是什么，我就要顺着这个主题一个一个来讲哈。所以我想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钻石又去台上的时候，我们在后台，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后台的时候，我就哇，这后台怎么这么乱这么黑，电线什么东西都摆得到处去，但是当你一到台上在这个镜头前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光鲜亮丽的，每一个这个画面都是最美的。那其实你这个如何打造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在这个 real time 就 real life 里面你的舞台前跟舞台后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那我想我刚刚呢就是展示给大家看了这几张照片哈，我觉得这个照片的展示呢就是我可以想让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前面是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你就是付出一点点的这个打造，就是一些小的东西，家里面有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垫起来哈。所以呢就是把镜头垫高，把电脑抬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别人看到的你
可能就只是在镜头前面的那一段，对不对？从你的这一块，然后到你的这个头部，然后到你的后面的背景。所以我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说要认真做好每一个小的细节，那么你的整个的大的这个局面就会被打开。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这样调整呢，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就像刚刚我们的莎莉讲的，就是你要去看世界，那世界也就是会被你看到，就是看到你。那我觉得好，很感谢今天呢邀请我来分享我自己小小的一点经验。我也衷心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呢都可以打造好我们自己个人网上的形象，我们的杰斯事业呢都能够可以更上一个高层。谢谢我们的周经理，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明。那么今天呢再一次感谢大家。刚刚明也跟我们分享好了很多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镜头面前可以看得如此的光鲜，其实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在支撑啊。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以前跟明在做探索杰斯的那一块的时候，他也给了我很多意见，比如说哪里最好把窗帘拉下来，最好在哪个地方放个灯这些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也真的是受用无穷。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讲师，我们的 Tracy Hou， 我们的 Victor 蒋 Michelle Song， Sally Liao， 还有我们的 Ming Li，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如此棒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活动那么非常感谢那么大家呢也要养成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大家能够经常的去我们的 Genes Live 的网站去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活动，能够把这些活动呢提前的在自己的日程上面给记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我们的培训活动。那么如果过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之后可以看回放。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在屏幕前面的所有的伙伴，以及我们所有的今天给我们做培训的讲师，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拜拜。